是放的宠物视频，先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咦，不对，上一个，对，好了，这次是又买了一个，入了一些白蚁吧，让我们马上打开来看一下。打开吧。哎呦，扎到手了。抱的倒是挺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装呢？闪光灯怎么关嘞？把这个打开了，这是怎么包装的呀？怎么打开呀？走，从边上。天哪，他居然这样就给我装过来了。应该这就是我要的了，里边没什么东西了。没东西了，就这些。咦？这是什么蟑螂啊？没见过的品种。捕捉，捕捉。别跑，别跑。好的，进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有一只蟑螂呢？随便来一个毒水吧。来看一下吧。这是什么蟑螂？不像是樱桃蟑螂啊，为什么这么黑呀？我先放一边吧。先看我们这次的货。还是往常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好的，这次蚁王和蚁后都有。一个小部落的白蚁群，也不算小吧，好多，大概要算数一下啊，三四十公吧。一后一王，三四十公的样子。顺带一提，这是补发的。之前那一个，我找一下啊。在这里。在这里，这迷之对焦啊！我们先看这个吧，这是一些小家白，这是之前给我发了一窝呢，因为死了后啊，还是死了王来着，然后又给我补发了一个。找一下啊，找到了，它在附在这里。等等，这个货好像已经死亡了呀。这个货也死了，什么情况？这也太快了吧！
好，我们这个先放一边吧，只能这么放了。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吧。冰已在高速的抖动着，发出警报。话说白蚁可不可以合攻啊？哪是王哪是后啊？看出来了。话说成体就这么大吗？我找一下对比，找个硬币吧。硬币在这儿，这是一枚五角的硬币。这应该很明显吧。它可以再对焦吗？这就是最近了吧。咦，这个地方不错呀，做封面吧，再拍的清楚一点。好的，这就是封面了。还能再近吗？这就是极限了呀。好吧。晚上也不早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小伙伴。